这个比较红。现在手上都是，你现在手上是有看见，这是一心二叶，一般的乌龙茶做成红茶，哦，这蛮香的。海鲜茶碗蒸。茶碗蒸来了，蛋差不多300cc 哦，300cc， 再把刚刚的海香精的鲜料呢，把它倒进去，主角来了，对，主角加进来，哇，接下来那个茶下去啊，香气更独特，嗯，都很入味。